国之腐败，政府之腐败呀！谁？别动！这是被毒死的！你们这群混蛋！ 侦察员，给我打！开枪！为英灵们送行。 我要见我的女儿！不，我要见我的女儿！我要见我的女儿！ 情况我都听说了。
猫头鹰，到时候往哪儿飞呀？我不管走到哪儿，都会带上你，因为你是老鹰，飞得高，看得远。这还差不多。大夫，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醒过来啊？不清楚啊。郡长，现在这个秘密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。假如国军失败撤退宁都，上面会很快下达命令，这枚细菌炸弹足可以把宁都城毁灭。到时候郡长可不要手软啊。嗯，我欧阳山对共军和共产党绝不手软。他妈的！还是顽固不化，就打死他！求你别杀他！求你别杀他！醒了，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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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了！军长，他醒了。哦，去，哎，欧阳山，你快说，细菌炸弹藏在猫耳山什么地方？欧阳局长，我以一个政治负责的中国人的身份跟你讲话，你也是一个中国人，而且我知道，你以前也是受苦人出身。从前，你和我们共产党打内战，这是国民党政府的过错。你我都不能把账算在自己头上。这位同志说的对啊，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有良心和一种责任心。人活着，就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。我们要找的那些细菌炸弹，是关系到宁都的解放，关系到宁都上百万人民的群众安全。快去把医生找来。
来人呐！把他给我抬走。是。是。应该是这个地方，上次我们去没有发现入洞口。你说的是猫耳洞？你说的是猫耳洞的第二个洞口？马上通知邵科长，迅速包围猫耳洞。是。好，我们走。
我们来了。好，看见那条路了吗？穿过这条小路，走到对面的山头上，下了那座山崖，就是我们的防区，就安全了。可是我担心，咱们并不能爬下那座山崖。十四号，你身为训练有素的军人，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你知道这是谁的命令吗？当然是沈处长的了。错了，这是毛局长的命令，我只是传达局长的命令。不管是谁的命令，咱们都得执行。好，不愧为将门之后啊，赶快行动吧。我对你也是英雄惜英雄啊。怕是英雄惜美人吧。沈飞宇，你在小雪小姐面前卖弄什么呢？好吧，现在由你来指挥。走。抬走。快，跟上。抬不动了，实在是抬不动了，歇歇吧。哎呀，不能歇，快走。歇就歇会儿吧，我也走不动了，要不歇会儿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如果共军追过来，想走也走不了了。快走。说的对，快走。等等，等等，等等我。不许动。叫他过来。嗯。尹丽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要走，就带我一起走。尹丽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敢跑出来？单教官，我想通了。我要和你们一块儿走。感谢你们培养我这么多年，我不应该跟你们作对。拿好，尹丽，把枪交出来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又是怎么跑出来的？那些士兵吗？是我说服了他们，他们才把我放的。这些天我一直在山上，就是想，如果你们扔下我不管，我该怎么办？可以了吧？可以带我走吗？别听他胡说，他是在拖延时间。欧阳雪，我一没有投靠共产党，二没有拿枪指着你，你怎么能说我拖延时间呢？那你让开，我们走。如果你们不答应带上我，我不让。我只说两下，不让开就打死你。冲！不许动！不许动！别动！放下枪！你们被包围了，不许动，缴枪不杀。
们被包围了，都把枪给我放下。慢，景少的，你看看我手上这是什么东西？定时炸弹。对，这位小兄弟看来很懂行啊，只要我轻轻一按，他马上就会引爆。景少的，这可是引爆炸弹，你希望我们同归于尽吗？沈飞云，你不要胡来。还有，这些细菌炸弹上也有引爆炸弹，只要我们的人按动按钮，一分钟之内它也会引爆。邵向东，到时候毁灭的可不只是你和我了。沈飞云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两个字，让开，放我们走。怎么办？大家让开，放他们走。我们还要把他带上。不能带他。听我的。女子特工班的班长怎么能叛变投共呢？你说是吗？啊，是啊，沈处长，谢谢你。尹丽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敢出卖你的上司？沈飞云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军统的特务了。那好，你就去死吧！你开枪吧，死没什么可怕的。尹丽，尹丽，乔真杰，乔真杰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小时候叫邵红珠，我还有个哥哥叫邵向东，是你吗？是你吗？是我。妹妹，妹妹，给我打！快引爆细菌炸弹！妹妹，尹丽，尹丽，妹妹，小龙，快去排爆！是。妹妹。使用过，混账！没使用过也得给我拿下。
尹丽，妹妹，尹丽，妹妹，妹妹，你醒醒啊！炸弹是用螺丝固定在上面的，快剪掉螺丝，把定时炸弹取下来。对呀，我真会。尹丽，哥，别慌，是人给我用的。可是我就要去见爹，去见娘了。妹妹，你不会死。妹妹，向总啊，师长，你妹妹是好样的，她是为了彻底消灭这股敌特，只身阻挡了他们，为了我们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啊，她虽然是个特工，可他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，也是值得我们
肯定和赞扬的。宁都就要解放了，新中国就要成立了。不管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人，都应该感到欣慰，因为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。我提议开枪，为英灵们送行。